新娘啊，为新郎啊才跪，啊，这个深深的打动了他。对方才是提谁呢？啊，你这他呢，画家在那边两百年前是一个足足出名的作品。啊，这就是今天天主教的教材，啊，咱在思考的，啊，人单独有时阵呢，当然嘛袂歹，有时阵两个结合做起来。三星一个新的色彩，一个更加舒适的以前无的色彩，是更加是天主艺术。所以这就是天主讲的，人单独袂无好吼，要来做一个小会来的一个作秀。伊就对方的情况无同款的，会当丰富咱的生命。啊，而且可能是信仰啦，咱查甫人，咱查甫人可能就是足无同款的。查甫人可能是较用这个阿丹嘛，啊，用这个用头用脑。查甫人可能就是足自然的用这个心，伊感情较丰富。那较会用讲啥物代志，讲讲道理，讲理论。查甫人用头，查甫人用这个心感情，用理论啊，理论理性。啊，但是两个人合作，伫生活内底配合，迄个是你较有诶哦，迄个时阵怎样？会担当啊？我甲个人咧，讲这个道理啊。有时阵这时阵咧，我无诶，啊你有诶，我就起来用一撮啊。我用这个你有诶，这个优点，放来我身内底，安尼配合，啊就是变做一个，我较赞，我较会查某人，那是硬讲讲啊，啊嘛，就是有这个过程造成，是较会查某人。什么代志拢讲这个啊感情，有时阵会收变软，会卖出问题，收变软多袂，从查某人只用脑筋用心，如果道理卖讲，唔单单是讲啊我的心情，我的感觉，卖用，我无的，他有的，我就提来用，或者是安些，特别些，为啥？这些东西，像你说些物件出来，这查某人无同款物件。因为安尼配合，以后就较多的一个查某人，较熟悉的、较温暖的一个查某人，就安尼产生啦。所以这是天主的这个，是这世界内底安排的感谢。今日我甲新郎新娘讲吼，以后伫生活内底拄到一款啊习惯，看法无同款时，免想过紧张吼，咱就将这个配合两个小会的助手。管理的起来了，啊，就是天主教的方面是重要的道理。会当做这个管理的起来了呢，我相信以后呢，你两个人有影会产生一个更加圆满的、丰富的啊一个世界。这个叫做传承啊，拢在改怀爱。我这个教练无好爱管，都发现。但是有一个太太就是天都变了，就是先生啊，老公，我不晓得你们女人、你们男人都是要的这么多呢，啊，成龙说天下的男人都是这样子的啊，想不到你们的。主管家呢，就好跟新郎新娘就相融，也是跟这两个就新娘的就要的一个波幅，相融一个感恩的心，啊，就相融一个谅解心、包容心，他的幸福。圆满甲丰富的这个新的家庭，一定是后壁免受考验啊！这种感觉。吴嘉诚先生、王维林小姐，你们今天两位到盛唐以来，伫教会甲双方的家长、亲戚朋友以及全体来宾面前，准备结为夫妇。婚姻是天主建立的制度。也是基督建立的圣书，这说明阿母的关系爱情是软而生成，婚姻的责任又搁是软而重大。婚姻也是天作之合，因此夫妇两个人就爱白首偕老。现在我用教会名义，请恁两位认真来表明家己意愿。
吴嘉诚先生，你是自愿来这结婚的是无？是。辛苦。王维林小姐，你是自愿来这结婚的是无？是。更辛苦。恁两位既然选择了婚姻生活，嘛愿意一生互爱互敬无？愿意。恁愿意接受天主将来收受恁的子儿，并按照基督爱的教训、甲教会的规律来教养恁无？愿意。两位既然决定结为夫妇，现在就请恁两位握手，同时在天主的台前、甲教会亲戚朋友面前，举行这个宣誓礼。我来这边邀请同学们面对面互相握手，去判决。那边我们开始宣誓了，宣誓。那宣誓前，您用新郎，您用新娘，新娘，你那用新郎吗？应该先用杯啊，这个先冲四十哦，应该用杯。但是我们在新郎那边，一定要拿到三个杯，那个杯来做挂件，有没有？老公，没有，他没有面子，没有机会回看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但是这边看爱情两方的，好嘞，面向新新郎，给看一眼再给你转钱，啊，出主意我先做嘛，但是也可以。答应，答应了吗？报行者，报行者啊！啊，我记吗？我吴嘉诚，愿遵照教会的规定，接受你王伟林作为我后爸的家后。从今以后，环境无论是好是歹，是富贵是贫贱，是健康是破病，是成功是失败，我要支持你，爱护你，甲你同甘同苦，合手。共建美满的家庭，一直到我离世的那一天，我即马向天主宣誓，向你保证，我要始终对你忠心。非常激动，好感动。做衰运啊，放一百颗心，啊，即摆过来看，我有向家人宣誓，你要答应不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会断。我怕断。你是台湾人，不是？是无？是啊。是吼，啊是咱台湾人爱讲台语。无要紧，即回互你用国语，但是后回你无机会，通讲用国语啊。啊，这一件事情我问啦，对。我王威林愿遵照教会的规定，接受你吴嘉诚作为我合法的丈夫。从今以后，环境无论是好是坏，是富贵是贫贱，是康健是疾病，是成功是失败，我要支持你，爱护你，与你同甘共苦，携手共建美满家庭，一直到我离世的那天。我现在向天主宣誓，向你保证，我要始终对你忠实。哦，好感动，非常感动。这是天主之下，愿主爱的天主，教予恁白手偕老。即摆先祝福书记，愿天主降福这对手指，请恁两位互相交我，作为亲爱忠贞的信物。阿门。为你献上 You and Me。Thank you.
挂上这颗手指，代表我对你的忠心甲爱情，因为佛祖一生是慈悲。好，我们给他掌声。嘉诚，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，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再见。还没来，还有下半段吗？有啊有啊，好，继续下半段吗？你这样会刚想各位哦。在国家这么艰难的时刻啊，然后 SARS 问题这么严重，然后大家能够这样有惊喜来参加我场，我一定会欢迎哦。而且我跟我刚出炉的太太哦，在此跟各位谢谢哦。然后我相信有咱大家的团结，有咱大家的热情哦，咱台湾人绝对都有机会站起来。您讲对不对？对。
求主心所因，福音生活中所需要的影响，所以一生保持忠信，因来不止咱同声祷。求主啊，听我求主赐予因有坚强的信心，保护因莫受着伤害。